华，你慢点走嘛，等等我。干什么啊？怎么了？这样不是挺好的，让我感觉回到了以前，这样多好。只有你自己感觉好。你说，要是毛丫丫看到我们两个现在这么好，她会怎么样呢？你那么希望她看见呢？ 反正早晚他都会知道的，如果现在看见了，不刚好让他对你死心吗？那很遗憾，他辞职了，看不见。哎，毛丫丫，刚好我有事情想让你帮忙，你看，这里呢有婚纱和戒指款式，哎，我真不知道选哪一个好。 我喜欢奢华一点的，刘火呢喜欢简单一点的，这两天我正纠结呢，你给我点意见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在上班，没有时间。你闹够了没有？ 今天啊，跟我要这个水果，明天啊，跟我要这零食，我这点老婆本啊，迟早得让他给我看着干净了。哎呦，我说你走路不长眼，小青啊，我没看见你，我没看见你。哎，这两天我怎么没看见你啊？你上哪儿去了？要你管啊？我不是关心你吗？哎呦，你这两天。 这脸色可不好啊！哎，你有什么糟心的事吗？你跟我说，啊，没事儿。哎，我看你这意思是要走吗？你别走啊！我就是上酒店住了两天。哦，上酒店住？哎，你一个姑娘家的住什么酒店呢？你跟谁呀你？你跟谁住酒店去了？啊，你跟谁住酒店去啊？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能别嚷嚷吗？我还能跟谁啊？薛姨。啊，薛姨。 薛姨行，跟薛姨住。哎，那你们俩不在家住，你们俩住酒店怎么回事啊？你能别管了吗？我走了。哎，别别，你还没跟我说清楚呢。这因为什么呀？家里出什么事儿了？就是薛姨觉得家里面来了一个瘟神，她天天吵着要回老家，一口又老家，一口又老家。你说她要真回老家了，那我这份工作我不就丢了吗？啊，有这么严重呢？啊。 晴儿，你别着急，我给你想主意。哎呦，哎呦，笑得这么开心呢，嗯，你没有牙齿还笑那么大，嗯，奶奶真的好想你，知道吗？你有没有想奶奶呀，嗯？ 小宝，薛姨，你怎么会来的？这不是听说您心情不好吗？找您聊聊天儿。啊，请进。哎，这酒店还真不错，就是热点儿。薛姨，小宝。 我们俩有什么聊的？那聊的可太多了，我外号您都忘了，妇女之友啊。哎，雪姨，哎，我听说您住酒店是为了躲何雨琦，有这事儿吗？躲他？我有什么理由要躲他？我凭什么要躲他呀？我告诉你，我有个嗜好，就是喜欢住酒店。 有事没事呢，各大酒店哪个酒店新开的呢，我就会去住一住，当度假，你知道吗？是，您呐别嘴硬了，您这就是躲。何雨琦一来，您就搬到酒店里了，这不明摆着事儿呢？再者说了，现在小区里边风言风语的，传的都邪乎极了，说出话来实在难听啊。说您这个当婆婆的，还不如这个当儿媳妇儿哦，未过门的儿媳妇儿硬气呢。 哎，我听这话心里都别扭，我不知道您怎么想啊？您看您，挺好。
小青，嗯，你帮我去收拾东西，立刻回家。好嘞。那个薛姨，我也帮你收拾收拾啊。哎，来了，雨琦姐。薛阿姨，我今天来是特意求您跟我回家的。除非你离开那个家。薛阿姨，您知道我一心一意的爱着刘火，您也知道我们两个好不容易和好，您就不能祝福我们吗？我这辈子我认定刘火了，不管他做什么，不管他在哪里，我都会在。他的家就是我的家。那个家是我的家，不是你的家。有本事你们两个搬出去住啊。总之，我是不会接受你的。薛阿姨，我跟刘火已经商量好了，他已经答应给我半年的时间。我也希望在这半年里，您能看到我的改变。我希望您能用你的包容心，给我一些宽容。我的宽容和包容只会给我认为值得给的人。您的意思是说，不管我怎么说或者怎么做，您都不会同意我住到您家里去，是吗？是的。那我就不求您了。我觉得这个酒店的条件还不错，您如果愿意住，那就多住一段时间。刚好呢，我跟刘火可以好好的单独相处一段时间。小青，赶紧的打电话给火儿来接我回家，我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招可以使。